整體嚟講，我覺得今屆的財政預算案咧，係能夠咧係去即係回應翻好多唔同持份者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向財政司司長啦，甚至特區政府咧，係提出好多嘅訴求。咁當然大家都明白到咧，就你永遠係咪可以話滿足曬所有人咧？咁我哋梗係永遠都可能有啲嘅漏網嘅。但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其實絕大部分尤其是我哋喺嗰個納税人方面咧，亦都能夠照顧到佢哋啦，因為佢哋付出亦都好大，咁所以見到喺個退税啊，甚至頭先我講過喺四成方面嗰個嘅一個喺1300幾當中四成咧係同市民係分享翻嘅。咁我想整體嚟講，我相信咧就係、是、一方面鞏固翻我哋現有嘅經濟啦、發展啦、投放喺將來啦、喺醫療方面啦、喺頭先我講創新科技啦。房屋方面啦，咁我相信咧呢份預算案咧係一個好嘅基礎嚟嘅。希望咧我哋稍後喺立法會討論當中咧，亦都得到立法會嘅支持，希望能夠盡快通過，令到市民咧更加係可以即係好適時咧係享受到呢份預算案帶嚟嗰啲嘅對市民一啲嘅好處。